周四有什么考虑？努力的把节目做到最好，把效果呈现出来。那我们主持人就是专业领先的工作。其实我觉得成功不必在乎，我只要尽力而为，让每个节目呈现它应该有的味道、有的状态，啊，跟它的气质，让观众看得舒服。能不能入围的几次，那是重要的问题。可以，再回答可以吗？来，CN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。这个节目跟宪哥的节目的风格会雷同，你指的是综艺大热门的感觉？我们没有啊，绝对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这个达人秀更，这个达人更属于台湾本土的东西，更不像那些比较综艺节目的内容，反而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。这个制作单位操作在所谓的流行话题，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找到一些像目前很具口、很具话题性、很具口碑的人士，特别会找。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节目里面，这个地方几乎可以叫它是一个万花筒，是个百宝箱，可以看到台湾不同的角落能发生的事情，还挺好，我觉得这蛮值得期待的。跟着现在怎么不太一样？Selina私底下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不为人知的最强的地方？最强的地方？对啊，一些特长。哇哦，大家比较不知道。哇，长花瓶。最强的地方哦。我觉得我面对我老公的 EQ 极高。这个话怎么他也跟我这样讲？他跟你说他面对我 EQ 极高？他没有说 EQ 啦，没有说那么复杂，就给你很多的。原来我跟老公假面夫妻来着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在面对我很爱的人事物，譬如说，最当然现在最明显就是我的先生啦。然后我觉得我在面对他的时候，我可能能够用我的方法去把每一次可能会引起冲突的，或者是可能会引起他不开心的东西，我都可以用我的方法去如我所愿。举个例子。对，但是我太多例子，我想想看，前一阵子有发生。太多例子。要不要先问我？你先讲，我想，我想听。我没有强的地方，我跟你说，我最强就是喜欢工作而已，其他没有。就在表演，对，就是这个比。对，言下之意是，好像比女院透露的用的脾气不太。没有，他不是脾气不好，他不是脾气不好，他是生活上比较苦闷，很多细节不在乎啦。所以比较大而化之。对，然后所以对我而言，我就会比较挑剔。阿丢有跟我透露过说，他最强的地方是堆东西。我。他们没有一个桌面是空的。他说 Selina 家里面这个桌子，如果你不仔细看，你不知道那桌子原来的形状是什么。我知道，就是这一点。好，上次因为就是可能擦太干净。这可以讲吗？可以，因为已经讲了。因为只能跟家是维持的非常干净，一尘不染。然后我跟老公去他家做客完回家之后，老公就。大概一个礼拜都在念我，因为我桌上真的堆很多东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讲，因为我其实有点想发火，但我又发不了火，因为是我丢，是我累积的。可是他一直念，我就有点生气。然后可是我就没有气，我就跟他说：“老公，你不要只是念我，你要鼓励我嘛。我上次整理好的时候，你要给我奖励，你要说我很棒啊。”因为我不是天生就整理很好的人，所以当我整理很好的时候，你要给我奖励，我就会知道这个很好，我就会想要努力去做。你看，我老公就没有念我，他就会鼓励我，虽然他鼓励的，鼓励有用吗？鼓励有用吗？鼓励至少拖一下嘛，拖一点时间嘛。但是这就是我会跟他的回应。所以如果我不讲的话，他一辈子都不会讲这个真相。有啦，我都讲过了。我真的讲了，稍微带到了。OK， 那我们。